蓝湛，你是不是也同你兄长一样认出这拼起来的好兄弟是谁了？居然站着睡着了。行藏七尺，身形伟岸，手虽执剑，行的却是刀道的路子。天下修剑者多，修刀道却少有大成者。蓝宗主，此人可是清河聂氏前任家主赤峰尊。看蓝宗主神情，似乎对那碎掉赤峰尊魂魄的人也有头绪了。没有。清河聂氏祭刀堂夺尸的黑衣人熟谙姑苏蓝氏剑法，黑死尸的主人必定是个和姑苏蓝氏非常亲密的人。他了解清河聂氏祭刀堂的秘密，启动赤峰尊颇有渊源。方才听那数人，赤峰尊攻击的不是我就是金陵，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流着蓝陵金氏的血。不可能是他。蓝宗主，金陵台清谈盛会就要开始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一切终将有个了解。